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国有许多重要的旅游城市，而张家界就是其中之一。张家界位于湖南省的西北部，是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来过张家界的小伙伴都知道，这里的风景优美，景色宜人，而且景点也非常多。除了大峡谷、宝峰湖等地，最有名的当属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了。天门山是国家森林公园，它位于张家界市城区南郊8公里，公园总面积为96平方公里，这里的山峰海拔约为1518.6米，都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其中最高的山峰就是天门山峰。自古以来，这里就吸引着无数人来这里感受天门山的魅力。李白就曾写下天门中断楚江开，一水东流至此回的诗句，来赞美天门山的壮观景色。当来到天门山时，大家可以首先看到笔直的绿树和层层叠起山峰。由于天门山比较陡峭，所以想登上山峰必须坐缆车。大家首先来到著名的玻璃天桥，当走在桥上向下看时，就好像腾在空中一样，下面的风景尽收眼底。走完玻璃天桥后，可以去看景区的天门洞，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穿山溶洞，它悬于海拔1300米的悬崖峭壁上。这里常年云纳土物，镇石汉谷，是各代帝王将相许愿灵地。当然，这里还有非常多美丽的景观，有时间小伙伴可以来看看哦。后在救援人员带领下，迅速离开现场。客运索道是非常安全可靠的交通工具，出现故障的概率很低，请大家。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山水回报了我13年，看到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游道，都有我的汗水和眼泪。这里的奇峰3000，秀水800，3000野生猕猴，一定让你留念忘返。一个免费的关注，走进直播间，一起揭开张家界神奇、神秘、神的不可思议的面纱。游遍全世界最美张家界，国内游张家界是必选地，经常有人问张导，张家界门票多少？为什么张家界不免门票？张家界游玩几天合适？张家界游玩需要多少费用？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花最少的费用看到最好的景点，这些张导都非常的明白。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都能看到张家界最美的风景，开心而来，满意而归，不留遗憾。所以我要用从业的经验、旅游资源，为老铁规划最实惠的旅游线路。我是张导，关注我，也许对您的旅行真的有点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或世界地质公园。这里有奇峰3000，秀水800，动物400余种，植物800多种，尤其是3000野生猕猴特别有人喜爱，让很多小哥哥小姐姐爱恨交加。森林公园一共有5个大门，从第一个大门进去，可以看到最优美的龟门迎宾、大氧吧广场。离房市寨景区、金边溪景区2大金筏线路最近。森林公园一共有6条金筏游览线路，分别是袁家界景区、房市寨景区、十里发廊景区、杨家界景区、天子山景区、金边溪大峡谷景区。森林公园一张门票4天有效，可以多次进出。其中房市寨是整个景区里面景区最大的观景台，天子山被称之为风景之王，有着谁人识得天子面，归来不看天下山之美誉。如果您喜欢旅游，喜欢自然美景，给我一个免费的关注，也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了解更多更美的张家界。天门山的门票一共有5个类型，我们要体验的是2号线票型进山游玩线路，门票235元。进山门前，首先测量体温，检查我们的健康码。壮观的五点顶的山门有金庸老师提起的天门仙山4个大字，山门两边有威武的天门山独角瑞树。从这个地方进去需要检查我们的门票，都是实名制购买门票，有效身份证证件或门票一起检验才能通过。过了山门，从这里就有2种上山的方式，一种是坐快速缆车上到福源栈道，再抵达天门洞广场，另一种方式是乘车走99道弯的盘山公路，取道通天，直接到达天门洞广场。景区里面的司机开车技术都非常棒，35码以上的速度飞驰在盘山公路上，窗外的山峰，底下的盘山公路，天上的彩云一闪而过，目不暇接。90度以上的转弯此起彼伏，既惊叹曲折的公路，
又赞叹司机的开车技术，又惊又喜的经过30多分钟以上的颠簸，终于来到了终点天门洞广场。张家界天门洞上天梯有999个台阶，上天梯不单是到达天门洞的途径，也是许愿祈福的灵地，是有天门祭坛，它是专门烧香拜天之用，集天地众神之灵气，是很多信徒必拜之所。上天梯共有5反4堵，酷活99之意，结识了人生之路的起伏跌宕，历经坎坷之后方成大气的道理。登天梯左右两侧共有5个平台，代表着福禄寿喜财。马上就要登到天门洞口了，我们在这里回看一下上天梯，有时候回头看看有特别意想不到的美景。不知不觉地爬了这么高，下面的盘山公路及张家界这个小城市尽收眼底，美不胜收。天门洞垂直高度有 113.5 米，最宽的地方57米，深度有60米，洞口有祥云图案的门槛，两侧有守福神天门山的独角瑞兽，从头摸到尾顺风又顺水，所以您看这个独角瑞兽头和尾摸得光溜光溜的。到天门洞，如果说年纪大的腿脚不方便的，还可以乘坐穿山扶梯到达天门洞，费用32元，需要乘坐5节这样的电梯，每一节都是60米。如果您喜欢旅游，喜欢看自然美景，要来张家界旅游，记得给我一个免费的关注，也许对您的出游有一定的帮助。走出穿山扶梯就可以看到999个台阶的上天梯，以及99年世界特级飞行表演飞机穿越的天门洞。下个视频继续给大家分享山顶上的游览线路。
金秋十月的张家界就没有好好的晴过一天，今天终于要放晴了。天门山的云海肯定特别的美丽漂亮。7455米的高山客运索道，从陈胜花园经陈家的小村庄，直达空中花园，翻过一道山梁，眼前的村庄、高山、白云，把凡界和天界划分得一清二楚。好像过了这个村庄，踏过那片白云，就可以到达神仙居住的地方。天门山的山头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索道匀速前行，好像就要到达那个神秘的地方，马上要成仙了。兴奋战胜了一切的恐惧，看看脚下99道弯的盘山公路，在云雾下盘山而上，四周绝壁的天门山又变幻莫测地出现在眼前，不免的心跳加快，手心出汗，不得不收回镜头。要想看天门山山顶的云海奇观，下期视频为大家分享。关注我，一名职业的副委主播。大家好，我是一名职业的副委主播，张家界旅游攻略张导。这是一条全线既不在悬崖之巅，也不在悬崖之侧，而是全线都立于万丈悬崖的中间，给人一种与悬崖共起伏的感觉。它就是闻名遐迩的鬼谷栈道，位于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内，全长1600米。站在栈道上俯瞰群山，飞到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油然而生。在这条游道上游玩，有一种乘坐直升飞机飞越大峡谷的感觉。平时只能在影视剧里面看到的场景，在这里也能让你身临其境。各位朋友，走在这条栈道上面，您是靠内扶墙走，还是倚着扶？您的胆量是不够大，我在天门山等你来挑战，你不来我不恼。大家好，我是一名职业的副委主播，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鬼谷峡洞，位于张家界市城区南侧，两岸绝壁，奇石倒悬，洞内洞暖夏凉，抬头是一线天，地头洞床犀牛喘急，有传说的九阴白骨爪，观音坐莲，鬼谷玄门，如来佛掌等奇特的景点，让人有点畏惧。
大家好，我是一名职业的副委主播张导。上期我们分享的是张家界城区南郊的鬼谷峡洞，这期继续为大家分享鬼谷峡洞的风景。由于鬼谷峡洞洞内全长才1200米，游道极其狭窄，接待量非常有限，根本没有办法接待大团队，所以90%的导游不会带客人来这边游玩参观。洞内最好看的就是生命之门、小鬼谷栈道以及夏季的漂流。老铁，如果你们喜欢旅游，喜欢看自然美景，请继续关注我的作品，也许对你们以后出来游玩有一定的帮助。接下来我们的
飞刀手将为您挑战他自己的极限，用四把飞刀同时为您表演，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四季发财。那么在以往，你的陶罐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将它提起来，让我们拭目以待。此之前呢，我必须要告知大家一声，在远古时代，这可不是一种表演，而是一次隆重的祭祀仪式。他们用这种方式向米神祈祷，今年能够米粮满仓。今年又有一个好收成，接下来为了让大家一探究竟，我们的法师会把米还有陶罐，当然还有他手中这根不起眼的木条一并呈现在您的眼前，让您可以一辨真假。当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用您的手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大米，用眼睛去看一看我们陶罐里面是否藏有很大的乾坤。那么接下来登台的是我们的飞刀巫师。不发芽，花不开放，九角七七都会黄黄，公鸡下蛋，母鸡反常，不传都怕怒，板凳爬上墙，日在山后躲，月在阴后藏，吹响号角，穿着盛装，光明使者万物希望，罗王来决战，老八曾祥，跳日跳月。谢谢，从此刻开始。也是一名职业的户外主播，如果大家喜欢自然风景，喜欢旅游，大家也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关注，到直播间一起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许对您今后的旅游有一定的帮助。
Hello， 大家好。天门山的冰挂已经有7天的时间了，今天上来看还是这么好看，远处的云梦仙境隐隐约约的可见，山上的这种森林观光小缆车还在运行，但是我今天不坐了，坐在上面太冷了。这是雾凇和冰挂完美的结合体，美丽动人。张家界的风景真的是游遍全世界啊，最美就是张家界。这边看到的冰挂都是与众不同，五颜六色，有这种绿色的树叶，还有其他颜色的，哇，太美了。无法用语言词穷了，没办法去再很好的去形容这种美。只能身临其境的来体会来意会啊，不可言传的美。喜欢旅游，喜欢张家界的，喜欢户外美景的，记得点个免费的关注，每天都有不同的视频分享，也会直播给大家分享实实在在的风景。大家好，我是张导，来过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都会与这几个金色大字合影。为什么要把这位官人的字排在第一位？第一，他当时拍板让大荣县政府开发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其二，就是要告诉大家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要到山上去看一看，因为站得高看得远，从山上俯瞰下面的山峰风景特别的美，同时也反映了湘西土家族人爱憎分明、不屈世服弱的个性。因为把这位官人的名字倒着念，就是站得高。大家喜欢旅游，想到张家界旅游的，可以给我一个关注，也可以翻看我以前的作品，也许对你们今后来张家界旅游有一定的帮助。大家好，我是张导，今天给大家一起说一说平山大峡谷。平山大峡谷是近几年发现的深山峡谷，地势险要，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上游目前还是原生态的自然美，水真的是清澈见底，没有任何污染，可以直接饮用。小船漂浮在水上面，真的有太空船漂浮的视觉，千真万确的中国仙本那。峡谷确实很漂亮，慕名而来的游客有时候会达到2000多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下游已经在开发中，峡谷更深，水更绿，是寻觅探幽、减压散心的好去处。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如果说您喜欢看这种自然美景，喜欢旅游，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关注，也可以看我以前发的作品，走进我的直播间，也许对你们的以后的旅游有更好的帮助。
家好，我是山水旅游攻略张导。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张家界的天门山，前天下雪了，天门山上面已经是银状素裹，白茫茫的一片。大家随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欣赏天门山的雪景。一山不同天啊，山上是白雪茫茫，山下是绿意盎然，然后山半腰还有这个仙气飘飘啊。今天天门洞也特别的美，让大家看看是不是像科幻大片里面的神话剧里面的场景。仙气，山顶上面是白茫茫的雪，天门洞太美了。喜欢旅游的朋友给我一个免费的关注，让你的旅行变得更为简单，省时省力更省钱。要打劫我啊。你看他们怎么吃的，啊，大家好，我是张家界户外主播张导，今天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防蚀盖景区。上个世纪有着不上防蚀盖枉到张家界之说，上防蚀盖有乘坐缆车还有徒步上山两种方式。现在一般建议大家乘坐缆车上山顶比较方便，沿途看的风景也比较多，因为现在走路上去两旁的树枝树叶已经遮挡了我们的视野，看不到什么风景。不知道有没有来过的朋友觉得我这种说法对的，请你们给我点一个赞。你们喜欢旅游想到张家界来玩的，也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关注。翻看我以前的作品，也许对你们今后的旅行有一定的帮助。大家好，我是张家界的一名户外主播张导。现在看到的是王村芙蓉镇，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永顺县。它本名叫王村，但并不是一个小村庄，而是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王村芙蓉镇不单单有这样五里长的石板街吊脚楼，还有土司行宫别院，其实它最美的是夜景，在灯光的映衬下五彩斑斓，非常好看。这里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大家随着我的镜头先可以看一看王村芙蓉镇的夜景瀑布，称之为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如果说你们喜欢旅游，喜欢看自然美景，可以给我一个免费的关注，也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
也许对你们的以后旅行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好，我是张家界的户外主播张导。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张家界的大峡谷玻璃桥，它位于张家界市慈利县三管司乡，紧邻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张家界大峡谷是一个新兴开发建设的旅游区，2016年正式对外开放大峡谷玻璃桥，成为网红必打卡地。大家现在随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这个大峡谷玻璃桥，用玻璃做的一座桥，看看大峡谷的风光。大家喜欢旅游，想到张家界来旅游的，记得给我一个免费的关注，也许对你们今后的旅行有一定的帮助。大家好，我是张家界户外主播张导，今天带大家看看张家界的天门仙山，张家界市的第二个国家森林公园，第二个5A级景区。从市中心乘坐世界上最长的高山客运索道，全长7455米，一个单程上到山顶需要30分钟左右。坐在礁箱上，可以看到99道弯的盘山公路，此起彼伏，非常的壮观。快到山顶的这段缆车是最惊险最刺激的，落差也是最高的，很多恐高的朋友到这个地方都不敢看风景了。上到山顶一定要看一看国内首创的高山高海拔的玻璃栈道，站在玻璃栈道上，如果遇到好的天气，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美丽的800，动物400余种，植物800多种，尤其是三千野生猕猴特别有人喜爱，让很多小哥哥小姐姐爱恨交加。森林公园一共有5个大门，从第一个大门进去，可以看到最优美的龟门迎宾、大氧吧广场、李房市寨景区、金边溪景区两大金筏线路最近。森林公园一共有6条金筏游览线路，分别是袁家界景区、房市寨景区、十里发廊景区、杨家界景区、天子山景区、金边溪大峡谷景区。
森林公园一张门票4天有效，可以多次进出。其中房石寨是整个景区里面景区最大的观景台，天子山被称之为风景之王，有着谁人识得天子面，归来不看天下山之美誉。如果您喜欢旅游，喜欢自然美景，给我一个免费的关注，也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了解更多更美的张家界。西江千夫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它是11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相连组成，有1000多户人家，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居村寨。它的原生态自然美引来无数游客前来旅游观光，好客的苗家人也会以高规格的礼仪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苗家人的迎宾仪式。拍视频。这就是我们西江千夫苗寨苗家阿妹阿姐迎接我们远道而来的贵宾的一种什么迎宾舞，非常隆重。大家好，我是张导。张家界的天门山一年四季都有它独特的美，但是从季节的气温角度来讲，它没有夏季之说，夏无酷暑，平均温度在28度左右，但是冬有严寒。如果冬季来天门山旅游，一定要做好保暖措施。看到天门山的美景真容，一定要选择一个晴朗的好天气，这很重要。大家好，我是副外主播张导。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天子山景区，是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六大精华线路之一的精品线路，位于张家界市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内。天子山的云涛、月辉、霞日、冬雪四大奇观让人流连忘返，故天子山又有风林之王之美称。游玩张家界天子山，就是称之为红嘴鸥的昆明啊，在昆明这个地方看这个红嘴鸥。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云南省昆明市滇池旁边的海根大坝，在这里是看这个红嘴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这边呢，在早晚的时候游客特别多，也是海鸥向游客朋友索要这个食物饵料的高峰期。这个海鸥的这个胆子特别大，也特别好看，真的像亭亭玉立的少女啊，翩翩起舞的小娘子一样。前面呢就是滇池，背面就是西山，也就是七彩的云南。大家好，都说北平遥南凤凰，
凤凰古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曾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诺伊艾尼称赞为中国最美的小城，加上沈从文、黄永玉、熊希龄等名人效应，正是这里客流量爆满，人吃火爆。后来由于市场的运作恶性竞争，又太过于商业化，又把四 A 级景区凤凰古城推向了坑人宰客的风口浪尖。但是说实话，坑不坑人，宰不宰客，真的要因人而异。如果您攻略做得不好，专门去购物，这个我不太建议。如果说您邀上三五好友去散散心，去体验苗家人的风土人情，这个我很推荐。对苗族来说，无银不成婚，喜欢拍照的小姐姐一定要租一套苗族服饰，在沱江两岸体验慢下来的时光，宁静清雅，美丽动人。说的就是您穿着苗族服饰在沱江两岸拍照的情景吧。千万不要错过凤凰古城的夜景，凤凰古城最好看的景色是在夜幕降临时，万家灯火被夜色点亮，这就是好像大家说的，在霓虹灯璀璨的诱惑下，成为了十大艳遇之都的凤凰古城。这般的景色令人神往，谁也忍不住想多拍几张美照。这就是湘西凤凰古城，但是当的我对它有另样的解说。我认为凤凰古城男士游玩只需要一到两个小时完全足够，如果女士阿妹游玩，很可能需要四到六个小时。逛街是女生的天性，凤凰古城您就是边走边看边吃边买，所以我又管它叫四边的凤凰古城。我是户外主播。大家好，我是张家界旅游攻略张导，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热带雨林里面的原始部落克莫人的生活展区展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86年在这个热带雨林里面发现的克莫人部落他们生活区的一个展示再现。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穿着克莫人服装的是克莫女人，出来迎接客人，在这地方要跳这个迎宾舞的地方，草楼就是他们以前居住的地方。那么在克莫女人出来跳迎宾舞，他们会有一个习俗习惯，就是喜欢摸我们男客人的腹部或臀部，
说是摸我们的腹部占我们的福气，如果说摸我们的臀部就是看上我们了。如果哪位胆大的你也反打他的臀部，那您就有好戏看了。我是张家界的一名户外主播，如果说你们喜欢旅游，喜欢户外美景，可以给我一个关注，足不出户看祖国的大好山河。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半张的哭，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冰刀的肉，义乌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哭。